是谁的糟糕呀，韩典历史考究爆笑场面。屁股了，你变菜了！别怕，没事，我保护你。没事，我头发怎么这么长啊？你这。啊！Let me see.
情。过年好，我刚承认是我说话太大声了，我错了。等一下，丽丽，我好像忘了，这他妈是有点臭啊！我就是脸，我就是脸。好戏开场了，辛苦吗？大哥，你冷静点，我是鬼。给你两块钱，让我亲一口。行了。我给你。不行了。